加两分这个。 好了啊，这一锅多少？好。然后不要。
辣椒，辣椒稍微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对。 他做的呀，他做的呀。那个酒店主要是没批次的，没批次的。然后我摊批的，还在那做了二十多个钟，半小时。啊，他家的小猫瘦了，我今天飞从其他地方买了一个卷毛过来，我想订。然后最后就是这边弄的，这边弄的瘦的，然后再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刚好还剩6张批次，全买完份了。买了一个小份的加大，10块多个。